天起了秋雾。雾渐渐散了，锻炼的人很多。嗨 A1， 大家好，我是干将老马，现在来谈谈上海世博会拆迁户的问题。这个问题由来时间并不长，眼下所谓富丽堂皇、创意无限的世博会也进入尾声了，但是这光鲜和热闹的背后，有多少世博难民、世博拆迁户的斑斑血泪呢？我实在看不下去，就说两句吧。如果不相信，可以到上海去实地看一看，在网上随便一搜，你能发现四个场景。第一个场景就是某拆迁户上海世博会的，在光天化日下被活活打死，他还是残疾人呢。他的母亲被人在地上拖来拖去，多么残忍！在上海这样的文明的都市，竟然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打人的凶手至今逍遥法外，难道就没有法律呢？话也说回，法律是官定的，如果不肯拆、不肯搬房子、不肯搬家，就要被强行拆除，就是与政府对抗，就侵害了国家的核心利益，所以就出了这种事情。现在来谈第二个场景，就是无数世博难民、无数拆迁户露宿街头、无家可归的场景。具体数字可以去调查，将心比心啊，我现在坐在屋子里，他们已经没有了家。为了台世博，把他们赶来赶去，到底要把他们赶到哪里去呢？难道要像犹太人被纳粹赶尽杀绝吗？可以打死一个残疾人，能够把他们全部消灭吗？世博的快乐建筑在那么多拆迁户的痛苦之上，这样的欢乐、这样的快乐，又有什么值得开心的？来说什么？开世博会的地方是富人住的地方，穷人不许走。穷人怎么了？富人的祖先、富人的亲戚，难道就没有穷人吗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这样肆无忌惮的侵犯公民的财产权、住宅权、房屋使用权，终究将受到法律的追究。只要这个社会、这个人间还有公正和正义所在，现在有一些上海世博的市民、拆迁户、难民已经到国际上去了。这就谈到第三个场景：少数有能力的拆迁户在法国世博总局门前抗议示威。说起这个法国世博总局，其实也就是商家，在我看来，商家都是一样，对他们并不能有很大的指望，见利忘义，吃本家
性质在世界上都是一样的。还有没有出路呢？就谈了第四个方式，也就是福燕女士在联合国，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门前进行无限期的麻雀复窝行动。这个行动看来还是有一些作用的，得到了不少的路人和纽约市民的同情。我也只能说些同情的话，怎么办？人家无家可归了，跑到联合国去。其实他去联合国也是某个上海世博局的官员给了他一个路条，写了一个路条，具体是谁我也，这说明有些官员还是有良知的，在其位谋其政，可是一旦退下来他就会后悔。被人家指着脊梁骨骂，那个滋味可不好受啊，而且都是眼面前的人，都是乡里邻居，都是街坊。这样看来，上海世博拆迁户的问题不是个小问题，应该得到大家的关注和重视。我们这些小民没有什么能力，只能说一些同情的话。说点同情的话没什么关系吧，宪法规定有言论自由，如果连同情的话都不能说，这个世界真是举世皆浊啊。不能无意的去指责这些拆迁户，人家受难了你还要人家做什么奉献呢？虽说有句老话，天下五路何须够，把田园房舍一笔勾，这是七笔勾里面的话，可是人家的住宅权是私人的，现代社会的讲奉献还是古代的思想，要建立这个公民社会还是应该以尊重个人意愿，不能动不动就把人家的房子给拆掉，打着这样那样的旗号，不管是世博还是别的什么，现在在全国这样的事情都很多啊。谁会给上海世博拆迁户难民一条活路呢？归根结底，上海的问题还是需要上海解决。一方面，难民们在国际上的努力是必须的，另一方面，他们还是要督促和请求上海当局相关部门引起重视，妥善解决。日复一日的拖延下去不是办法，否则日久生变，否则就会受到历史的惩罚。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很多啦，像阿房宫，秦始皇的阿房宫建筑的多么光鲜，那可是古代的新兴建筑啊，起义军一起来像一把火就烧掉了。长城是多么坚固，孟姜女一哭就倒了。可见得人心者得天下，失人心者失天下，这句话永远不会过时。好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